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嘞。姐姐，我在你的脸上抹点雄黄吧，为什么又是雄黄呀？哎，可是你不是怕雄黄酒吗？我又不是白素贞，我为什么要怕呀？那你要把我画得漂亮一点哦。你放心吧。1、2、3。怎么了？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，小猴子！一定躲在这个屏风后边。等一下，我的腿！小猴子，一定躲在这个屏风后边。等一下，我的腿！等会儿，能不能快点？快点！我好了。哎，一定躲在这个屏风的后边。我睡着了，你别来追我，我睡着了。哈，小猴子总算抓到你了！不要抓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我的腿没了，居然是一条假腿！你这个臭猴子，出来！小猴子，你得跳进来，你得跳进来！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对对对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又找不着了，他去哪儿了？跳出去，跳出去！哎，他去哪儿了呢？哎，跳回来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人呢？人在哪里？啊！你在那里，给我站住！你在那里，给我站住！哎哎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石头剪刀布。完了，我今天一定要抓住这只猴子。这个半个半个。哎呀，在哪儿呢？错了。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太牛了！你给我站住！不要再追我了！如果你再追我的话，我就跳井自尽。我不信你刚刚这口井里跳。可以的，我不信，我跳了。啊！喂，你不能下去，你回来呀，小猴子。嗯，终于让我抓到你了。这次你跑不掉了吧？追不到我。你这只臭猴子！Oh no！好可爱，是不是好可爱？这不是我们的水平。你们的表演，超级可爱，你们的表演堪称强大，内心宇宙的强悍。他们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对对对，他们不是会剪辑的吗？他们是不是会知道？我跟你说，剪辑的应该就是只留你们中间商量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两个把这搬过来。哎，稍等，你就哦，我原来。哎，不是说有句话就是潜台词吗？对，今天终于听到了，听到，我们听到了他们内心的声音。我就觉得好累啊，人家都有道具跟群演，只有我们两个连道具都自己扛，我们就是道具，动作好多啊。好的，谢谢，来，掌声给他们。谢谢。